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古剑奇谭三》。好，我们继续走这个回廊吧。瞄准模式哦 ，AK 时间。然后瞄准状态下按下攻击键可以使出匕首。哦，所以呢。然后给他打，我一直放匕首就对了。我这样不是跟这样打没过几年？哎，他怎么从我后面跑出来？那打太慢了。可破坏的物件 ，OK。然后可以干嘛？哦，补血用的是不是？哦，那死掉飞出去了。OK。也是妖，他们啊，身为这里的气吸引过来的灵，别看会主动攻击，其实胆子也不大，吓唬吓唬就跑了。嘿，这会掉下去吗？哦，还有一只，这一只，这是小兵吗？我收不到他们啊！哦，那个蓝色的光球是补血用的。OK。OK， 看起来要走到那里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这有居高色能，看得蛮可怕的。哎呦 ，Hello。然后我要怎么走？找到你带我去哪？据说有空间通路的地方，氢气和浊气交汇，有时候会产生混沌，通路太巨大的话
无论怎样，混沌之气都能散溢出来。再说，他们待着也没什么危害，我们辟邪总不能欺负弱小吧？救命之恩，多谢了。哎呦，然后我要掉下去就尴尬了。我要补血药，这是你啊。看一下装，这边我应该是不用帮他学什么招式吧 ？OK， 不用，应该是不用吧。走，银楼快到了，信物只有一份，等下我就不能陪您进去了。行啊。里面要是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带我出来第一个砍了你。怎么会啊？我觉得吧，王上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。
就算是对辟邪来说，古厝回廊里也还是有很多秘密的。就要打 boss。这个要逃不行的，不能挡。他这是速度那么快，哎，不行，这个防卫无聊。踹你的时候防御无聊，所以那个一定要弄躲的。OK， 好，知道了。
果然是装神弄鬼。你不是玄哥，长得很像，你是他的兄弟。我是我，你又是谁？我叫云无月，玄哥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倘若有谁手持圣珠进入了白梦泽，我便要依照当初和他的约定，跟在对方身边一段时日。这话怎么说？玄哥让我帮持对方，我见你妖力微弱，想必是得保护你吧。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有意思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看看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不是想找个尾巴。帮助也好，保护也罢，都别忙活了。我北洛要做什么，但凭自己，何必旁人多事。我已经应允了玄哥。你们之间的约定关我什么事？确实，我和玄哥的约定与你无关。你若是不喜欢看见我，便当我不存在。你总算出来了，进去那么久，我正担心着。过了多久？得有一天一夜还多吧。一天一夜。回去，我有事找玄哥。回去，要怎么回去？走哪里啊？你看这里的人 ，OK， 走。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女的。女？谁呀、啊？那她现在在哪里？长得好看不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天禄城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？你，我是说，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在古厝回廊里？无言，北斗无言，只想着妹子。啊！哎呦，吓了我一跳。哦，卡住了。
OK。北洛大人，您这是？轩哥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轩哥的身体到底？所伤，就一直以药物压抑伤势，所以他衰弱得十分缓慢。可一旦爆发，是啊，他连小伤都已经不能自愈了。有妖力护身的成年辟邪，原本不会这样。殷世君。我以为您早就离开了天禄城。这钟声每次听都令人不快。一直往上走。这是北洛，玄哥的弟弟，辟邪族的新王。北洛大人吗？您和玄哥大人长得好像。可是，隔壁的小圆和小珍也是兄弟，他们就不这么像。不一样的，玄哥和北洛是孪生兄弟。哦，我们在那个石龛前放了花。是给玄哥大人的。好孩子，以后北洛大人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战斗吗？把净犯光明眼的那些魔通通打倒。北洛大人，这些送给你，是我平时搜集的。大人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。霓裳大人，北洛大人，再见。再见。刚才那是。他们都是孤儿，父母死在战场上。你知道，辟邪死后通常不会留下尸骨。我们只在这条山道上立了些石龛，
恭亲友祭拜。按照玄哥的遗愿，再往上就请你独自前去吧。那样的孩子也要上战场吗？现在还不会，至少还有30年。辟邪64载成年，在列仪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，便可投身战斗。以辟邪之强，天底下哪里不能生存？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？虽然不是所有的魔都觊觎巨型的空间通道，但魔域实在太广大了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魔族经由此处进入天地人三界，也会引发清浊失衡、空间紊乱，后果不可预估。如神族这样的强者，自然有应对之法。但更多的妖族、兽族、人族，恐怕要遭遇大难。这些，玄哥应当多少与你提过。数千年前，辟邪选择在此建城，立志看守通路，维系此间平衡。既然定下了目标，便会世世代代为此坚守。辟邪很强，但在魔域也有数不尽的强大的敌人。苍天之下，黄土之上，凡我妖族，死生莫能幸免。生于此间，必定要战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天禄城的王庭，那上面的火焰数千年来从未熄灭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天禄城的王庭，那上面的火焰数千年来从未熄灭。听说你让我给你守灵，哼，死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意义？结果直到最后，当年的事仍然半句也没提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自辩。你这个哥哥真是……
子吗？我，玄哥。然后获得星运，然后我刚刚还要获得什么？哇！哦，要点这些东西是不是？好，先这样。还有什么？博物队伍装备。第一个敌人。冲啊！解救我的子民们！哎，我被卡住。我来去乾坤阵术。等等，用特殊的法子令玄哥的尸身不至于很快消散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我替他守灵吧？对，是为了让你得到他残留下来的妖力。为什么？而且从别处吸取妖力的法术我根本不会，我不该会。这些都是遵照他的遗愿，所以玄哥已经完全不在了，对吗？走吧。玄哥过世，王剑归我，本以为其中的妖力还能支撑一段时间，魔族侵袭我们一次蓄谋，天罗城大阵怕是要维持不住了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？等到了乾坤阵术，一定竭尽所能将妖力注入王剑天内，万万不可继续抑恶。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觉醒，如今也只能尽力一试。哦，这边支线很多，要把妖物全部打完。
既然是下等，应当不难对付。单打独斗自然不值一提，但下等魔稍有独自行动，若是进攻，必然成群结队，数量极多，一些以一当百，一手成事。而那些更厉害的魔，就会在暗处观望，伺机而动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，剩下明天吧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这个就是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古剑奇谭3》的游戏故事内容啦。好，感谢各位。